五育之光奖，收奖的有三年八班林振东，三年十四班侯宇任，三年一班廖邦纪，三年十五班林云平，三年九班杨承轩，三年十三班许浩威，三年三班赖千荣，三年四班简立杰，三年十五班陈新宇，三年六班李玉胜。受奖代表三年八班林振东。好，这个奖呢，校长要邀请啊，跟我们学校有关系，我们的台中二中。何富才何校长来为大家颁奖。过去呢，我们学校也称为台中市的四二中，所以跟台中二中呢常常一样是二中的名字。我们欢迎何校长，恭请校长颁奖。谢谢何校长。受奖的请坐下。颁发。